次能来到主的面前，愿神加强弟兄姊妹。我自己两个儿子，有一个读大三，一个读大一啊，所以我看他们都在期中考，那想必啊，弟兄姊妹也都在这个期中考的过程。那刚有弟兄分享，他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不知道是吃猪血还是吃散热滋滋素呢？我想就着你们的分享，觉得我们这大学生刚强，因为神的话住在他们的里面。还有说我们的年龄，我会比较喜欢哦，为了让大家快乐一点，加了一点的。如果讲比较属于就叫也加一点笑或者叫，其实我们慢慢要求主来脱去我们，因为这个真理解开就发出光来。就承认我们需要吃。哦，那我们需要我们的灵魂体，你想想看，我们的身体要不要吃啊？这个身体要吃食物啊，是健康的食物，我们身体就会健康。那我们的魂是不是也要吃呢？我们的魂要吃什么？期中考要不要读书啊？当然要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魂也需要教育，不要轻看这件事情。神创造人有灵魂体，我们的体需要吃物质的食物，我们需要吃健康的食物，我们需要喝水。那我们的魂呢也需要啊。这个最近有一个寒流啊，这个我本来对这个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后来发现主啊，我好像也被他吸引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我是觉得对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以前我不爱读书，我以前也在高雄读书啊，也读了专科，但是我没有得救，也没有开窍。但是直到我过教会生活，当完兵，我就突然好像醒悟过来，我需要读书。那我想，这个寒流为什么这么轰动哦？因为他，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榜样。他发现，他说他当兵的时候，他是职业军人，是专科班。就突然有一个狱官啊，他从这个狱官身上看见这个人为什么讲话这么有智慧，这么聪明，所以他觉得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不行？那这也说出我们要受教育，所以我们大学生我们要受最好的教育。那这就说到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在大学四年，我们的魂需要受教育，这也是一个吃，但是最重要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是不是也要吃啊？我们的灵要吃什么？要吃，这周讲启示录二章一到十七节。首先，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我们的肉身还是短暂的，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魂还是短暂的，或者其实魂也是永远的，但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短暂的。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我们要来正确的来吃主，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对主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求主来光照我们，因为这个话就来滋养我们。你知道这个当亚当吃错东西，这个撒旦就是罪的性情进到人的里面，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有这个循序渐进的。第一个，他吃的日子必定死，马上他的灵就怎样，他的灵就死了，灵死了失去功用，那他的魂呢就受了玷污败坏，然后他的身体有一天就会怎样死去。那神的救恩告从里到外，撒旦是借着这个三恶之事进到人的身体，他人的灵就死了，魂呢就被玷污，然后体呢有一天就死了。所以吃的日子必定死也没有错啊，一个是马上灵就死了失去功用，但之中他的身体也败坏了。但是神的救恩要借着我们吃啊，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吃啊？我们要从灵。所以要考试的期间啊，要读书前要先祷告，这不是一个宗教，真的。如果你学习啊，在你读书前先祷告，主啊，我要先来吃你啊，这就是一个正确的顺序。我们借着灵里吃主，你的灵被点活，你的灵得着加力。请问你读书会不会清明啊？
人，我常常喜欢做见证哦。以前我住弟兄之家，请问礼拜一要期中考，主日要不要聚会？要。只有小杨会请假，但是我们住弟兄家的每一个我们都不请假。那我们也做实验啊，住在宿舍的他们也在读书啊，但是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几点睡，但是主日早上他们铁定还在睡觉。等我们聚到十一点或十一点半，我们就哇，全身啊都非常的紧啊，读书非常有效率。结果下午到宿舍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才刚起床，所以到自然醒等等，那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本末倒置。这个灵魂体最重要还是我们的灵，如果操练我们的灵，你的心思啊、情感跟意志啊就会亲密。特别我们读书啊，就非常有效率，那身体也容易保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周我们是从启示录二章一到十七节。请问弟兄姊妹，你在期中考期间有把十七节读过的举手一下？有读过的，哦，撑死没关系；要是没读过，那也正常。有读过呢，可是超级学生。我因为我刚听你们分享，哇，六十读行传的生命读经，那我想刚又在考期中考，那真的不容易。但是我想主怜悯我们，我们在坐在这里求神来向我们说话。上一周讲启示录的第一章，对不对？讲到基督的启示和耶稣的见证。这个基督就关于他的启示，关于这位基督他是怎样的仁慈。那耶稣的见证是强调这个召会就是耶稣的见证，因为耶稣在地上的见证就是召会。所以当我们讲基督的启示，就是关于这位基督做人子他的启示。但是当我们说到耶稣的见证，就是指的召会在地上背负耶稣的见证。这是上第一章。那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翰，使徒约翰看见了四个大异象。第一个意象叫什么意象？七个金灯台的意象。启示录总共有22章，这是神圣启示的一个终极完成。这22章里面有四个大意象，第一个叫什么？大家不知道也没关系，跟着大学生记忆很好。第一个叫金灯台的意象，七个召会就是七个金灯台的意象。好，两人对说一下，七个召会就是七个金灯台的意象。好，非常好，这就是启示录23章。那当然还有第二个大意象是紧接着会讲，就是这个世界的，是不是？第一个是金灯台，第二个是世界的一个定命。关于这个世界的定命，应该是从第4章。那还有后面讲到第三个，就是大巴比伦的意象。大巴比伦要倾倒，大巴比伦有宗教的巴比伦，也有物质的巴比伦。那最后一个意象叫做什么？启示录。所以这四个大意象，两两对说一下，一个叫七个召会，就是七个金灯台的意象；第二个意象就是世界的定命。第三个是大巴比伦的意象，第四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好，大家可以说一下啊。
不是说亚细亚没有第八处、第九处，不是的，而是用这个七个教会来说出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该是什么，我们该在哪里。那简单的讲，这七个教会分为两组，第一组有三个，请问第一个叫什么教会啊？第一个叫以弗所教会，不是以佛，这个念佛，这不是念佛，不是佛教的佛。我们常常教会中大家喜欢念佛，实际上是错误的。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个原文的意思叫做可羡慕的，它是起初的教会，初期的教会，从这个第一世纪末开始。以弗所教会就是预表第一世纪末教会的这个起初的一个情形，它的原文的意思叫做可羡慕的。那第二个叫做四美拿教会，四美拿原文意就是末药，它就是受苦的教会，它是从第一世纪末到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纳为国教之前，就罗马帝国的大逼迫，就是从第一世纪末罗马帝国对教会有十次的大逼迫，到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纳为国教之前，这个叫做四美拿，叫做受苦的教会。那第三个人叫做别加罗，就是从康斯坦丁大帝做了那个梦，他梦见传说了，他征战的时候梦见一个十字架，所以他真的就得胜了，他就把基督教纳作国教，好不好？非常不好、这个从受苦，从被拒绝到哇，大家都来教会送你面粉、送你钱、等等，这个叫做别加摩，叫做与世联婚。叫做联合成为高塔，所以这个叫做别加摩，别加摩就是与世联婚，所以分为七个教会分两组，前三个就是以弗所可羡慕的别加摩，四美拿受苦的教会，然后改成受欢迎叫做别加摩，就是与世联婚。那这三个终极完成在推呀，推啦，就是到这个康斯坦丁大帝过去之后，后来第六世纪啊，这个罗马天主教德式啊，他就用大公教会，所以我们说的罗马天主教 Catholic 这个英文字叫做大公，就是大家通通是一啊，看起来很好，但是这就是推呀推啦，叫做什么？被盗的教会。所以三个终极完成，因为三个都不见了，三个就变成这一个叫做罗马天主教，叫做被盗的教会。所以在七个教会分两组，前面三个就的历史来讲它已经过去了，因为以弗所是初期的教会，那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基督徒大逼迫，就叫四美拿教会也过去了，然后来到康斯坦丁那座国教叫做什么？别加摩与世联婚，也过去了。终极完成就是罗马天主教叫做推呀推啦。但罗马天主教得势多久啊？得势1000年呢、这个叫中古黑暗时期，1000年。在马丁路德16世纪改教，就从这个推呀推啦出来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杀敌啊，杀敌就是余数啊，剩余者就是改革啦、就是改革，但是改革它不完全，然后直到杀敌之后，杀敌就是预表现在的根正教，根正教就是从天主教出来，想要一点的改革，可是它还是不完全，那直到19世纪这个。英国的弟兄会被兴起来，叫做菲拉铁菲。菲拉铁菲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弟兄相爱。所以我们是不是菲拉铁菲啊？对。从19世纪弟兄们兴起来，他们就
没有圣品阶级啊，他们实行弟兄相爱啊。好景不长啊，弟兄会被兴起来之后，不到一个世纪，我不知道多久，可能更短一点，他就又堕落了，叫做老底家，就是众人的意见，召会很多意见怎么办？投票啊，好不好啊？我以前认为很好，现在发现真的不好。这个召会是神制的、啊，不是人制，只有人制需要用投票。哎，我们摆不拢，我们就投票吧。这个叫做人制。真正的我们虽然有意见，可是我们要让圣灵有主权啊，我们应该一起祷告啊。那圣灵在我们中间有带领，但是好景不长，他们没有圣灵的带领，他们就落到这个老底家，就是多数人，就是众人的意见，叫做老底家。那这七个大家知道，前面三个是旧的召会的历史，它已经在了，但是它终极完成在推拉。那从推亚推拉开始，这包括这个在跟沙迪、菲拉提、菲老底家都要存到主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三跟四。那虽然它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该从这七个召会看见我们该是什么，我们该在哪里。请问以弗所召会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如果大家都不要看圣经，就当成刚好像就没时间读了。非常好，离弃了起初的爱。这个起初英文字你们猜用哪一个字啊？大家猜猜看，起初的爱。我有起初的爱。大家猜猜看，你觉得起初你会用哪一个字啊？这一排起初的爱，你起初你会用哪一个字？我可以用 Original or First。 来，你们要猜哪一个字？Good， 哇，你真的是有智慧。如果猜，我会猜 original 起源，结果不是。他这个就是路加十五章上好的条子，所以这个起初爱叫做 first， 就是上好的爱。召会堕落的根源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就是上好的爱。我这学期呢有两次来跟你们分享，我真的非常喜乐。因为我就是大十九岁的时候，我信主，住在弟兄之家，过召会圣母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起初的爱、上好爱非常重要。我们可能以前爱主，现在还不错，还坐在这里。但是你们有谁保证我十年之后还会爱主？谁可以保证？我们以前住弟兄家，哇，还曾经有一次说。照这张相的要参加训练才可以来照，其实我觉得这不太对的、当然他们就是这样，但是我发现纵然我们的大合照里面再给他看，哇，三十年过去了，请问多少人还在？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我还在，我还是有一些人在，但是有些人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能你们大部分很多都儿童班，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好的爱。我觉得我们功课可以差一点，我们钱可以赚的少一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好的爱。我觉得基督徒最宝贝就是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生全兼，其实我研究所毕业，我只奉献两年，因为我就是住弟兄之家，就是奉献特会的报号。我反正我就想说，住弟兄之家大家都报我也报，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全兼一生，也没有，真的没有，所以我就签两年而已。但是没想到我忘了，就服侍到现在。后来我听到一个弟兄说，你如果全时间十年，大概就报废了。所以如果要绕跑，就赶快，最好是签五年绕跑。那因为我已经超过二十年，是吧？我已经报废了，我已经所谓报废的意思就是没有退路了。没有发现，我自己觉得我蒙保守，真的是我愿意主啊，我仍然爱你。这个以弗所的召会就是爱，爱使我们有地位、有立场、有权利和特权，来吃生命树的果子。说我们真的没有胃口，因为我们不够爱他。
些爱读书的人，哇，他是，这个叫事不，什么手不释卷，那成语怎么说？哦，爱不释手，对不对？就爱读书啊，那不是，那是形容啊，就舍不得离开啊，爱不释手，忘记。重点，你爱什么，你就成为什么。弟兄姊妹，你若爱神，你就成神；那你若爱神呢，你就成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爱神。我觉得我们可以笨一点，功课读的差一点，但是唯一能保守我们，就是不要离去、离弃起初的爱，就是上帝。有观察我们以前住弟兄之家过这个生活，我不知道什么秘诀，但是这么久了在回想，简单的讲，我要爱神。我可以声音差一点，我可以在学校的功课不是太起眼，但是我对主的爱是日久弥新，这个就需要我们再的更新。所以以弗所生命读经给我们三个字，一个叫爱，一个叫什么，一个叫生命，一个叫光。你若爱，你就有地位跟立场来吃生命树，吃生命树的果子，并且你也就成为灯塔。你看刚刚姊妹讲，哇，传福音，我觉得传福音就是说到我们爱神，这个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住弟兄之家或者人家逼我要做的，在以弗所那边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工作应该由起初的爱所推动。所以以弗所最重要的是可限律，他就是召会虽然已经过去了，可是把这件事情摆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召会堕落的根源就是离弃了上好的爱。所以用这个，我们有没有可能啊，我们有没有可能达密弟兄在80多岁的时候，他住在一个破旧的旅馆，他跪在床前仍然向主祷告说，主啊，我仍然爱你。然后弟兄姊妹，你们20多岁了，再过10年你们几岁啊？30几岁，轻直啊。我们要说，主啊，我仍然爱你。然后今天回去的时候说，主啊，我仍然爱你，虽然考期中考，我仍然爱你。不光对你们说，也对我自己说，因着这个上好爱才能保守我们。所以以弗所，我们借着爱他，我们才能来享受他，我们也才能成为这个灯塔。那第二呢，叫做四美男，就是受逼迫的教会。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字？刚讲这个上好爱很好，以弗所我们都把它盖起来。第二个叫做四美男，请问你对四美男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受，哎，对，至死忠信，受苦，我们要至死忠信。这个我觉得基督徒，我们真的，这边陈先生也讲到，见证人就是殉道者。我们在台湾很难殉道，但是在台湾之外，有些国家他真的需要殉道。比方说，在北韩的基督徒，他真的就需要殉道。那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会真正肉身的殉道，但是我们要做得胜者吗？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看这个14的大逼迫，就像10天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他们要得着生命的冠。所以这个四美拿就被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墨药，它是一个见证。因为你要勿要至死忠信，我必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有时候我信主，我也常常想要体会一下，因为看到那个殉道者，我觉得全身哦，真的两个鼻穿。有时候想说，如果真的有人拿着枪顶住我，我到底要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灵里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殉道者的灵。我们要勿要至死忠心。这个见证人不一定会死，死了叫殉道者，活着的就叫见证人。在台湾，我们只要做见证，刚才要讲很好，只要你肯去跟同学说耶稣爱你，这个叫做四美男。
这叫受苦啊。不然就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到外校很容易释放，我假设我外校看到老师哦，这个像我们看到老师很像看到同学哇，闪一边去啊，本来很刚强的全部都软，但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传福音的人一这边当然会害怕，确实，别的同学我们比较烦，遇到了同学阿妈呀，卖假阿婆哦，少来这一套。这个在我们的魂里，我们都很容易这样。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要刚强。所以弟兄姊妹操练看看，给你的老师一张福音单张，告诉他耶稣爱你。20年前，我曾经到高院重过福音。20年前。不过20年前或者15年，我忘了很久了。我到高院去传福音，一批人，我问不知道，反正你就走在笑，就跟他说耶稣爱你。我跟他递给了一张福音单张之后，有一个中年人问我说：“你知道你刚递给那个人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是于陈月英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啊？”于英雅。他说：“他是我们学校的创办人，他是现任的立法委员。”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立法委员，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只跟他说耶稣爱你，他也没有拒绝我，就收了。就没想到那个人就告诉我，他就是我们的创办人，他也是立法委员。我觉得哈利路亚，没有被吓到，印象非常深刻，这是真实的。我曾经给余英雅一张福音单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当然，我们传福音不是贫富之忧，我们还是在身体的配搭里，我们就能放胆，我们都要成为圣灵，得着生命的冠冕。好，最后一个叫做什么召会啊？以弗所讲完的起初的爱，四美堂，自古中自始中心。好，别加抹，你想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字啊？那是消极的啊，消极的就不用记很多。因为别加摩他有，因为他与世联婚嘛，所以他有尼哥拉党，又有巴兰的教训，什么都有。但他有一个，他叫做什么？神应许这个别加摩的召会得胜的要吃什么？吃隐藏的。对，其实这个别加摩，你看神给得胜者的应许都是，当然说到基督的各面，就是以弗所他保守他这个上好的爱，他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对这个受苦的召会，他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那对别加摩，哇，这个我们不是生在那个时代，我们很难相信那个。当我的忠信人安提帕被杀的日子啊，你也没有否认我的名。如果你想想看，我们活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哇，有撒旦的座位，还有巴兰的教训，有尼哥拉党的教训，就还有一个人当场被杀，我们干脆就不来接算了，把它躲起来。但是也没有否认我的名。所以对这个别加摩的召会，主说要把隐藏的马赐给他们吃，因为他就是一个享受基督的人。所以里面吃重不重要啊？像这三个召会里面，给我们看见吃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吃啊，我们要吃。我觉得我们。就这一面，我们肉身的食物当然也要吃啊，我们不要迷信说我是圣人，我不需要吃健康的食物，那是错误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正常的吃三餐，我们要保养我们的骨髓，保养骨髓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魂是不是也要吃啊？要不要学英文啊？要。要不要读书啊？要做主的见证人。但是不要忘记体要吃，我也要吃。那脸要不要吃啊？更要吃啊。这七个教会就给我们看见了成为得胜者的路。
然后最后一分钟讲到这个为什么可以分这个七个召会可以分两个分两组，一个叫做三，一个叫四。其实如果你仔细读，你就会发现这个前三个虽然不见了，但它的很特别，它都是纳灵向众召会来说话，然后讲得胜的。这个圣经就是这么有逻辑，是圣灵的默示，所以我们就利用读一读就发现，哎，奇怪，为什么前三个都是讲到纳灵来向众召会说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神必讲乐园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后面呢，刚好就倒过来，先讲到这个纳灵，先讲得胜，然后才讲纳灵。感谢主，这可能是表示我时间到了，还有点，我想差不多了。下面就弟兄姊妹来分析。好，那有完还有分享就可以站起来，就给自己有分享。好，可以。对，我摸索这个七个召会都是七个金灯台，然后摸索这个以弗所，它是一个那个可羡慕的，它是虽然它一切这个主的爱，跟很提醒我需要这个回到起初的爱，回到起初的爱，我们就有权利来吃主。这一周里面，我就预备这个期中考，觉得我非常需要来吃主，恢复我对他起初的爱，因为我的课业的忙碌而忘记了这位主。我说刚刚讲到七个金灯台嘛，就是虽然他们有七个不同的光景，每一个可能都有他的消极的一面，但是他都是金灯台，就是都是主的见证。对。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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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看要读启示录二章前面啊，就是讲起初的爱嘛。然后说，哦，主啊，可是我现在我很想来爱你，但是我真的爱不来，就是我有点开口祷告快要不行的。然后主耶稣，我就很真诚向你祷告。主耶稣说，主耶稣让我看到这个第一节，他说到，在那个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任，我看见天主是，他是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就他一直都在我们的身旁。我说哦，主耶稣，那对在我身旁，那我感觉到，我就很真诚向你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就觉得，反正祷告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要复活了。就这种祷告的感觉，在某种程度是我已经两三周都没有的。好的，感谢主，他借由这段话来整这个。这些人快来拯救我，使我再转向他，使我来摸着他。我问摸着弟兄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校园里面要传福音要刚强，不要去就是不要到别到别的学校就比较刚强，到自己的学校就很软弱。在这个福音节期里面，就邀同学到。到同学到福音聚会里面，但是旁边认识的就已过腰过的都说你要抓他去洗澡什么的，但是就是很受打杀，所以就很不想在班上，只想在校园里面传福音。但是今天说到在弟兄就说到我们要刚强，就说到我们不要管别人的脸色，别人的什么眼光。但是我们就是要刚强的去传。阿们，启示录二章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不要至死忠信，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阿们，我觉得就是。今天刚在听弟兄
弟兄交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蒙光照。这个我也是在别的学校配搭传福音的时候就可以很刚强，但是在自己学校传福音的时候反而是很软弱，然后不敢邀同学来聚会。对，觉得就是很宝贝，我们实在需要像这个士美拿教会一样，要至死忠信。他的救命是给我们生命的冠冕。好，我们现在开放分享，然后分享弟兄姊妹就可以站起来分享。摸着起初的爱就是上好的爱。阿门。最近的期中考周，就在读书前也会读经祷告，可是这个读经祷告就好像落到了一种的形式里面，我觉得读书前我有读经祷告，就是把起初的爱给主了，然后所以呢，生命读经就非常快的五分钟就把它扫完，然后可能读完之后也忘记自己读了什么，可能读经就是为了追那个进度，就很快的也把它读过，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得胜，然后读书前有读经有祷告，但是事实上这个起初的爱就是上好的爱，然后如果这样子的随便的对待主的话，随便的在这样的随便的个人祷告，我觉得就是没有把上好的爱给主。事实上对主来说这并不是上好的爱，我上好的爱还是归给我的课业，就非常的受提醒，就是因为没有将上好的爱给主，我就失去这个吃生命树果子的立场。但是我在读完祷告完也没有什么样的摸索，更不用说有光做神的金灯台。主真是记得这样的提醒我，愿意在下一个礼拜期中考之后，这个是先把上好的爱给主，认真的对待主的话，认真的来向主祷告。非常宝贝，我们不要离弃我们起初的爱。当把我们起初的爱献给主，那就知道我们堕落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离弃了这样子的爱。我觉得真也是在预备考试的过程中，我爱课业过于爱主。如果我们不爱主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地位和立场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求主恢复我对他起初的爱。我想宝贝刚刚刁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功课可以差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对主的爱要日久弥新。这样的话不是叫我们在课业上就可以摆烂，而是因为主的爱更吸引我们。花在读书上面，我们需要求主恢复我们对他起初的爱，希望能够成为得胜者，在神的乐园中吃生命树的果子。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分享？非常摸索在别家我的召会，虽然有很多消息的这个方面，但是会有隐藏的马拿。需要经营我们试一下与主亲密的关系。是在已过的期中考中，因为就是在准备课业的时候，我就有自己的能力就够了，我不需要主。所以就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些科好像写得很顺，但有些科写得很不顺。那我知道，但是因为我与主的关系失去了那亲密的关系，没有正常的去吃这隐藏的玛拿，所以我就非常的受提醒，我需要来吃神的话语，将这隐藏的玛拿吃进来。虽然我们外面有很多消极的光景，但是主就是我们隐藏的玛拿，他就是那丰富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可以天天的来吃喝享受他，是我们日常的供应。是，我是很啰嗦的话是起初的爱。因为我是儿童班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来到聚会中聚会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岔出去，失去对神的享受。我觉得我们这一生要走得长久，就是要一直投身在教会中竭力的奔跑，真的是